在台大的第一个期中考，其实我觉得快被当了。其实，在开学前，我有立志说每天都要化妆，但是就睡觉比较重要。但是为了拍这个影片，现在决定这期中周我都要化妆。Hello。啊，前面两个。我的午餐来看一下雨天打球啊，结果吉成林在旁边站着。这个蓝色的是雨天，对，这个跳起来上了。去公会大楼练服。啊，苏凯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拜拜，就看了他，啊，然后就奇怪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要语言我才知道他一下。最二的最二打排球，耶！期中周打排球，你看，记录一下我们最二的一面。让我相信他是最痴情的，用另外一个例子跟你讲一下。我们来看下一个例子。送绿豆饼人，例子一样。期中宵夜，就是阿紫。你还可以吗？我不行。活着吗？没了，结束了。觉得如何？可以，简单啦，简单。但是不敢说太满。为什么期中还要上体育？不懂。啊，这是你的期中周。我的期中周就是来骑脚踏车。别人的期中周是我今天要考试，怎么我早上九点要考试？我们期中周早上十点骑脚踏车。你们觉得贴扎考得如何？我觉得还不错，还好，还可以，比预期的好一点。
我也觉得哎、欸，我觉得可能是那时候拉肚子，然后想要上厕所，然后就促使我弄得很快。那感觉我有被晃醒，因为流量很大，我就继续睡。我被震完，然后继续睡醒来。其中去吃一坨人去吃饭，然后你的其中之后影片全部都是其中吃，其中打球都没有读书，没有半点跟考试有关的东西。其中中的那个影片都很欢乐。是要考其中考吗？对呀、啊，其中中要干嘛？打球，其中中假赛。靠分。好久啊，快没救了耶！集中中，打排球。各位对普化有信心了吗？没有。你没有。当初我们是什么时候？他刚说可以拿40分，这个没有。他刚说他可以拿90分，是吗？100。他要考100分了。他要考100分。然后第二张怎么有勾纹？集中中准备好了吗？听说是期中考中，期中周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。老师不好玩。在那里啊。在那里。我刚刚说有人叫江博翰吗？笑死。你知道我刚远远看你真的很像韩非。明天还能跟我们。因为我先把这张桌子移。哇。然后他是原版翻的。对，应该是。刚刚前一个飞机。Tomorrow。 我们的命运方式呢，是把那个电负度比较小的，就是它，我们感觉它会变成阳离子的那个放在前面。电负度比较大，在这个强酸，它在水中是几乎100%解离。变。夜市开价，开价。我是要等你。啊！再来一波，等他。他射飞都投不进，不是吗？不会进吧？真懂。要有相机。这个就解脱了，准备解脱，还没解脱，没有解脱，而且还有英文，还有国文报。
我的清千九。其中周的这个 vlog 要先剪出来，因为这是我长戏剧张力最高的那条。你先剪其中周 vlog。有点难哎。对啊，那我一般都剪三个月。哦。剪到期末。东西丢给他剪。啊，你帮我上字幕，我可以自己剪，你帮我上字幕。好累哦，还要上字幕。我最讨厌就是上字幕了。而且你这么还要动画。我字幕就是慢慢上，所以才能上那么久。你不要上字幕。你不要上字幕不行啊，因为我以前都有上字幕。你今天要点的。什么？还有刚刚他说的那个。啊，一公升等于一千毫升嘛，一千毫升。他们两个讨论好了。1.209就等于。我在听最后的结果。一公升就等于1209克啊。三叉戟。公升。1209克啊，这是重量。好巧孤独、哦。干嘛在录 vlog？ 你不要一直偷窥人家的生活隐私。这个哈真是，哎，好解出来了，反正就这样。就是你不要，怎么讲？你读没有？他等下晚上留下来，你晚上也要留下来，然后回家。你晚上也要留下来。超丑！我不会跳，要这样。哎，这样有啊？没有，没有那个感觉，你没有丝滑，对吧？跳不出来。来台北之后，我们第一次坐了汽车。黄家威爸爸的车。谢谢黄家威。谢谢家威爸爸。如何？轻松啦，轻松，结束了。结束了。好玩的。汽中结束。我看过了。好玩的。好的。啊！那我下礼拜一还有。靠什么？中文吗？英文。还有作业。看，要不是下午考学科，我就会翘掉。考完期中考的天空真好看。好，虽然说一点差别都没有。这个人还要考试。不要吃。那你考到什么时候？我这礼拜天有一个微积分，然后下礼拜一英文，然后下礼拜是物理。考完物理之后，好惨哦！大概再隔两个礼拜，然后就又要考普通了。好惨哦！拜拜。还没结束。哇！我们完全跟后面的人接，好荒谬的！前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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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